大家好，我是晨邦国际名表总编辑刘碧翔。台北101是聚集了最多瑞士高级手表品牌的购物中心，各大品牌都抢着在这边插旗，要展现自家品牌在市场中的一席重要地位。而以高科技材质开发及应用而备受市场关注的 RADO 雷达表也不例外，近期他们就在台北101的一楼开设了自家第一家的品牌旗舰店。在这边你可以深入了解雷达表在腕表设计上精彩而完整的三种面向，包括了材质技术、视觉设计以及历史内涵。而你也可以进一步明白雷达表为何能在市场大众以及你的心里留下它独特的品牌印象。如果想要了解雷达表的品牌起点，也就是材质开发的领域，特别是近几年各大高级钟表品牌最喜欢使用的高科技陶瓷材质，那么 True Thin Line 是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的系列表款。雷达除了是目前开发出最多种陶瓷色彩的品牌，同时间更是唯一能以陶瓷制作超薄表壳的品牌。 True Thin Line 搭配了石英机芯的款式，39mm 的表壳直径，却仅仅5mm 的厚度，让腕表充分展现了在佩戴上的服帖性及舒适度。尤其高硬度的陶瓷，有着长时间维持明亮光泽的抗刮特性，加上它的轻盈及亲肤性，佩戴起来不仅没有负担，更能长时间维持高级腕表必备的奢华质感。视觉设计是雷达表总是吸引大家目光的一大优势，尤其在国际设计大奖上，雷达表总是获奖的常胜军。而拥有方形陶瓷表壳的 True Square 绝对是品牌旗下独树一格的设计。以少见的方形线条设计的 True Square， 其表壳是采用了柱柱成型的高科技陶瓷材质，当陶瓷在烧制时会有体积收缩的特性，必须顾虑到方形表壳成品圆滑的边角弧线以及表壳上线条的层次，这是结合了视觉设计及制作技术的完美作品。而 True Square 采用了镂空面盘的设计，将面盘以不规则的线条显露出下方80小时动力储存机芯不断摆动的行动摆轮及金属齿轮，不管是正面或背面，都让手表有了具穿透的生命力，也衬托出方形陶瓷腕表的独特性。雷达表旗下腕表所表现出的创作力，都是基于过去的历史累积而成。而近期非常受到市场欢迎的库克船长系列，就代表了品牌过去光荣的历史轨迹。库克船长是复刻了源自1962年的潜水表，把复古风格与自身擅长的陶瓷材质技术巧妙结合。这款限量1962只只在台北101旗舰店贩售的库克船长高科技陶瓷限量版腕表，表壳直径43mm， 首次采用全陶瓷材质，包括弧形表圈、表壳以及链带都用雾黑色陶瓷材质呈现，并以金色镀层表现，包括表圈数字、面盘时标、时分指针以及品牌 logo 等等，不仅提升了视觉阅读的清晰度，也创造了视觉的层次感。同时从正面、背面熏黑的蓝宝石水晶镜面，就能欣赏内部拥有新式镂空线条的 R808 自动上链机芯。该机芯不仅拥有防磁的 Nivashon 油丝，并拥有充足的80小时动力储存，经过5方位标准测试，更别说库克船长还拥有300米防水，整体可说兼顾了实用以及精准度，更在运动表潮流中拥有独树一格的存在感。有关雷达表不同系列的故事，都等着你来到雷达表台北101旗舰店，从三种不同面向了解蕴藏在腕表设计里的魅力。